刘邦的三个皇孙在汉文帝继位的前三年就相继死去了，他们的死和汉文帝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敬请关注《文景之治之三个皇孙》。 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刘邦的三个孙子显得非常抢眼，他们分别是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东穆侯刘兴居。可以说，他们为汉文帝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就在汉文帝乾元元年，也就是汉文帝继位的当年，齐王刘襄就死了。到了汉文帝的乾元三年，他的两个弟弟朱虚侯刘章死了，东穆侯刘兴居自杀了。 刘邦的这三个最优秀的皇孙，在汉文帝继位的头三年中全部死去。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些皇孙的死和汉文帝有什么关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之文景之治》第十集《三个皇孙》。汉文帝是刘邦的儿子，他继位的时候二十三岁，继位有。 干了二十三年，四十六岁才去世。而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孙子，结果是三兄弟三年之间全部死光。为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讲。先讲一讲刘襄之死。刘襄是刘邦的非婚生长子，刘肥的儿子，他继承刘肥的王位，担任齐王。 刘湘这个人，在汉文帝未入京城之前，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信。因为汉文帝突然接到这个大臣的这个通知，让他进京继承大统，所以当时汉文帝感到很犹豫，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去他不放心，不去他不甘心。这种情况下，他对当时的刘氏宗族。 也就是他对皇族派是怎么分析的呢？我们看两句话：“方今内有朱须登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琊齐代之强。”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当时力主这个代王刘恒进京的有一个代国的大臣叫宋昌，他觉得这个时候在朝中。 有朱虚侯刘章，有东某侯刘兴局，外面还有什么呢？有吴王、楚王、淮南王、琅琊王、齐王。这些人，他们都是刘姓宗族，所以朝内朝外都有刘姓这么多诸侯王，有这么多列侯，所以我敢断定，那些功臣们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这个宋昌那个说法。 代表了当时刘恒手下一批人的看法，是把刘襄这一批人看作是自己的亲信，是自己可以依重的力量。而事实上如何呢？事实上这一批人也是支持代王刘恒的。就刘恒当了皇帝以后，对这三兄弟都进行了奖赏。齐王刘襄得到了奖赏，什么呢？ 把他在吕后时期被夺走的三个郡，也就是城阳郡、琅琊郡、济南郡三个郡还给他了。刘襄是一个守功之臣，他是第一个起兵反对吕氏掌权的人。刘襄的起兵可以说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刘襄起兵以后，这个吕产不得不派大将军。 这个灌婴带兵去荥阳去镇压刘襄的起兵，所以如果没有刘襄起兵，攻城派的灌婴就不可能掌握兵权。灌婴掌握了兵权，才能够拥兵自重，才能跟刘襄联手，迫使朝中的这个吕氏集团感到外部的压力，然后周勃、陈平才能发动。 这个政变，所以应当说，刘湘是一个立了很大功劳的人，是整个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得到了封赏是什么呢？物归原主。吕后时期被割让了三个军给他了，但是没有增封，就是没有增加一点封地。所以，刘湘的心情，应当说是很郁闷。 我们根据现在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来，在汉文帝继位的当年，是死了两位刘姓诸侯王。这两个死去的诸侯王，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弟，楚元王刘交；第二个死去的就是齐哀王刘襄。这两个人，一个是在爷爷的辈儿上，一个是在孙子的辈上。 刘交之死，应当说属于正常，啊，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刘交的年龄。刘邦死的时候是六十二岁，他死以后，吕后掌权掌了十五年。假如刘邦不死，那么到汉文帝继位的这一年，刘邦应当多大了？刘邦应当七十七。如果刘邦是七十七，他小弟弟应当多大了？ 他小弟应当是七十左右，一个七十岁的老王爷死去了，按照当时的年龄来看，应当属于正常。但是前王刘襄之死不正常，他面临着两大疑团：第一，太年轻；第二，未患恶疾，两大疑团。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为什么说？ 有两大疑团，我们先看第一点。齐哀王刘襄死的时候太年轻了，这个年龄是这种死亡一般情况下叫非正常死亡。这个史书没有记载刘襄是多大年龄死的，但是我们可以推算一下，我们可以推算刘邦和他的儿子刘肥，还有他的孙子刘襄三个人的年龄的差距。 刘邦有刘肥的时候，刘邦多大？史记也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大体可以推算出来，那个刘邦给刘和他的那个长子刘肥的年龄啊，按照我们今天的推断，我们说一个大致的框架，就相差二十岁或者是三十岁。假如说，那么刘肥在生下来他的儿子齐哀王刘襄，这个年龄差距也在二三十岁。 那么刘邦和他的孙子的年龄差距应当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我们可以知道，在汉文帝继位的当年，刘邦应当是七十七岁。如果他活着，他是七十七；如果相差四十岁，那么他的孙子刘襄是三十七岁；如果是相差五十岁，那么他的这个孙子应当是二十七岁，是这么一个年龄。 如果相差六十岁，那么他的孙子刘襄应当是十七岁，但十七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刘璋，一个刘兴菊这两个弟弟在吕后时期已经封了侯，而且在宫中任职，所以这样看来，这个齐哀王刘襄和刘邦这个相差的年龄，应当说在四十到五十。 是比较合适的，相差到六十岁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这样来说，那么刘湘死的时候的年龄，就应当是二十七到三十七。一个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血气方刚要起兵，诛杀主吕，要当皇帝的这么一个孙子，怎么可能那么早就死了呢？所以他死的年龄有疑问。 那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呢？史书没有记载。既然没有得重病，年龄又是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这个年龄，所以他这个死叫非正常死亡。一位在铲除朱吕、拥立汉文帝登基做出重大贡献的诸侯王，按照正常来说，他的去世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可是史书却没有记载。 可见齐王刘襄的死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他的死因是不方便说出口的。那么我们今天也只能做一点推测了。关于齐哀王的死因，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解读呢？那么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他咽不下这口恶气，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因为。 这个刘湘起兵的时候，是接到他弟弟的信，他弟弟的信说明了起兵成功了，让刘湘当皇帝。结果最后成功了以后，不但没有当皇帝，而且没有一点增锋就让他回齐国去做他的齐王了、啊。所以刘湘受了一股窝囊气，这股窝囊气他咽不下去。我们可以。 看看，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我们不举齐哀王刘襄，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我们看看齐哀王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人担任的职务是中尉，是齐国的中尉。中尉是什么呢？就齐国掌管军事的长官。这个人叫魏博啊，魏博是力主齐哀王刘襄首先起兵的人。我们看史书的一段记载，齐王。 既闻此计，乃欲起救父四军，郎中令诸武，中尉魏博，阴谋发兵。这是《史记》祈祷惠王世家的一段记载。这说明这个刘襄起兵的时候啊，参与谋划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中尉魏博。等到杀了朱吕以后成功以后啊，这个灌婴就在他驻军的荥阳。 召见魏博，问他：“你为什么鼓动你们的齐王起兵造反？”结果这个魏博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什么意思啊？如果一家人失了火，那个救火的人他来不及报告主人，他就立即先去救火了。言外之意，就是说，面对着吕氏集团的那个篡权。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赶快去解救、挽救刘姓王朝。因退立，鼓战而立，恐不能言，终无他语。冠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伯勇，枉用人耳，何能为虎？乃罢魏博。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完这段话以后，魏博就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啊。 这个灌英就在看魏博，魏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条腿哆里哆嗦，一直吓得直哆嗦。然后灌英就说：“人们都说魏博是个勇敢的人，叫我看来他不过就是一个庸人，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才让魏博走了。这段话讲了个小故事，小故事说明一点：像灌英这样的功臣。 对诸侯王起兵都十分反感，对诸侯王的起兵都十分戒备，所以才把首先鼓动齐哀王起兵的这个魏博招过来问话。这魏博说完话以后，就下了两腿直打哆嗦。这个魏博的两腿直打哆嗦，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啊，我认为魏博这个两腿直打哆嗦是个作秀，不是真的。 魏博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少年时候就很有大志，他年轻的时候就想见一下、参拜一下当时齐国的国相曹参，但他没有路，没有人给他引荐，他怎么办呢？他找到曹参手下的一个舍人，就是曹参的一个门客，他天天晚上跑到这个门客家里去打扫卫生。 这个门客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院子的呀，门口整理的干干净净的，所以他很奇怪，所以有一天晚上就不睡觉在那儿等，果然等到了魏博来给他打扫卫生，他就把魏博抓起来就问：“你为什么天天来给我打扫卫生？”这个魏博就说了：“他说我想通过您去见当时的齐国国相曹参，但是我没有路，我只有先让您了解我。” 然后您为我引荐，所以这个，这个舍人还不错，就把他推荐给曹参。曹参和他交谈以后，认为他很有才华，又推荐给齐王，齐王才封他为内史，就是管理当时京城的一个行政长官。应当说，魏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绝不是一个胆小的人。所以，我们说他在。 这个冠英问话的时候啊，装的两腿打哆嗦是作秀。他这个作秀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摆脱冠英对他的怀疑。如果冠英怀疑他，冠英可能把他杀掉。所以，为了保全自己，他故意做出一个害怕的样子。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所有通过发动政变，拥立他人当了皇帝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看看《史记》的晋世家，也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晋国有一个国君叫晋惠公，晋惠公是怎么当上国君的呢？是因为有一个大臣叫李克，李克连续杀了晋国两代国君。 最后，还杀了一个大夫，把晋惠公扶上位了。说晋惠公即位以后，就把李克杀掉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例子非常多。当上皇帝的人对发动政变的人一直是存有戒心的。这就是刘湘不受文帝信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刘襄起兵之前，刘璋给他写的信，是立齐王为帝。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汉文帝继位以后啊，对刘襄是竭力的打压。这个打压的结果，导致刘襄很快就死掉了。这就是刘襄之死。就在刘襄死后不久，汉文帝前元三年，刘襄的弟弟刘璋又死去了。 同样让人诧异的是，刘璋的死也是不明不白。从年龄来看，刘璋死时应该更年轻。史书同样也没有记载他的死因，或者他生了什么重病。那么刘璋又是怎么死去的呢？他的死和汉文帝有关系吗？刘璋可以说是少年英俊之士啊，在诛杀吕后集团中间，这个刘璋是立了大功的人。 他杀了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杀了吕后的外甥，当时的相国、北军的最高统帅吕产；第二是杀了长乐宫的卫尉吕更始。这两个人都手握军权的人，是刘璋一个人所杀。特别是刘璋杀吕产这件事情，告诉给当时的周勃以后。 周勃这才彻底把心放下来，下令诛杀整个吕氏宗族。所以说，刘璋是一个立了大功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有一个值得圈点的地方，他还积极参与拥立汉文帝。本来他是想立他哥哥这个齐哀王刘襄做皇帝的，但是他们被排除在。 这个功臣派跟皇族派商定立皇帝的这个会议之外，新皇帝确立以后，他们是双手赞成的。我们看看史书记载，刘璋说过两句很关键的话。当代王刘恒被大臣们拥立为帝的时候，代王刘恒一直推辞。这个刘璋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子弘等皆非孝惠弟子，不当奉宗庙。就汉惠帝和后宫的宫女所生的那个后少帝，说他这几个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其实他们真是汉惠帝的儿子，结果找了个理由把这四个人全杀了，这是一点。而且，第二点，大王高帝长子，亦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 他称代王刘恒是高皇帝的现存的长子，拥立他做皇帝。应当说，这个人是很有这个政治远见的。当他的哥哥继位失败以后，他积极的参与了永历汉文帝当皇帝。结果就这么一个人，最后怎么办呢？汉文帝在文帝的前元二年。 把他一下子打发到城阳，担任城阳王。城阳是个什么地方啊？城阳就是他哥哥齐哀王刘襄齐国的一个郡。这个汉文帝这个做法很不厚道的，把齐哀王手下的一个郡拿出来封给他弟弟刘章做城阳王。这叫什么？ 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封你做个王，但是你那个地是你哥哥的地盘。但是同时，汉文帝封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所占的地都是国家的地，这叫什么？这叫羊毛出在牛身上，这个牛就是国家。汉文帝在分封上很不公正。 而当时由于刘璋功劳很大，大臣们给刘璋原来也许了有个愿，我们看一下《汉书》这个高武王传有一段话，讲到大臣们给刘璋许过什么愿。使诸诸吕时，朱虚侯张公尤大，大臣许晋以赵帝王张，晋以梁帝王兴举。 即文帝立文朱熹东谋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大臣们原来是要什么呢？把赵国的土地分给刘章，把梁国的土地分给刘兴局。但是后来汉文帝一听说他们当初的愿望是立他的哥哥刘襄做这个皇帝的，所以就把他们的功给抹杀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情况下，第二年他就在他的封国中故去了。应当说，刘璋之死死得很冤。刘璋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他三兄弟中间，他的才气最大，也是最勇敢的。我们讲吕后的就曾经讲过，吕后很喜欢他这么一个这个孙子辈儿的人呢、啊，吕后很喜欢。 所以，把他把刘璋提拔到中央政府来担任一个宫中的官职。吕后曾经举行过一次宴会，这个宴会的时候，这个吕后就让刘璋作为醒酒官。刘璋当时就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说：“我是一个当兵的，那么你让我做这个，呃，今天的醒酒官。” 那么我就先请求祖母给我一个权利，我按军法行事。吕后当时很喜爱这个孙子啊，也就答应了。结果在喝酒的过程中间，吕姓宗族的有一个人逃席，喝高了想逃，结果刘璋赶上去一剑给他杀了，当时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吕后最后对刘章没有处罚，因为他说在前，你叫我当刑酒官，那么我就按军法从事。果然，他按军法从事，吕后也无可奈何他。这件事以后，所有姓吕的都害怕刘章，所有姓刘的都依靠刘章，是个敢作敢为、有担当的一个血性男儿，他怎么可能？ 封到一个城阳郡做城阳王，一年以后就死去了呢。死的不明不白。这只能说明一点：刘璋在拥立汉文帝当了皇帝以后啊，刘璋其实心情非常郁闷，因为在整个政变的过程中间，无论是皇族派，无论是功臣派。 都利用了刘璋。刘璋杀了吕产，吕产是相国，北军的首领。刘刘璋又杀了吕更始。他当时是长乐宫的卫尉。刘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功臣派需要他，皇族派也需要他。他是立了一个这么一个大功劳的人，但是事过境迁，人未走。 茶已凉，用完刘璋，就把刘璋抛弃了。讨论皇帝的人选的时候，不让他参加会议。他原来想叫他的哥哥刘湘当皇帝的，最后落空了。这还不说，封王的时候又把他封到一个边远的齐国的城阳郡，站的那个地方还是他哥哥的地方。 所以他心里头极其不满意，他只能自我消化。你想想，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这么大的窝囊气，都要靠自己的胃来消化，哪有那么好的胃啊？消化不了怎么样？消化不了死了。这就是刘璋之死啊！所以刘璋在生前充分的体验到了人生的势力。 和人生的无奈，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刘璋才死去的。刘肥的两个儿子刘香和刘璋相继去世，而且死因都是不明不白，引人猜测。而事实上，在公元前一百七十七年，刘肥的小儿子，他们的小弟弟刘兴居也死去了。 他的死因史书记载是自杀，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选择放弃生命。那么刘兴居遇到什么事情会让他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呢？最后，我们来讲讲第三个人，刘兴菊之死。刘湘死了，刘璋死了，那么他的亲兄弟刘兴菊怎么样呢？刘兴菊在他哥哥刘璋死的当年自杀了。 他怎么会自杀的呢,呢？我们先看,看刘兴局，在代王刘恒进京当皇帝的过程中间，他起了什么作用？应当说，在发动政变逐出主吕的过程中间，刘兴局没有太多的表现，远没有他哥哥刘璋的功劳那么大，也没有刘湘那么首先发动起兵，那么声势那么大。但是刘兴局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功劳在哪儿？是在代王刘恒进京以后。 把在位的后少帝给请出来了，请出来的当天晚上，就把后少帝弟兄几个人全杀了，谁杀的史书没有记载。刘兴菊在，这个代王刘恒当皇帝的过程中间是做了贡献的，但是，最后刘兴菊得到了是什么呢？第一次封赏，像他哥哥一样。 像刘璋一样，两千户的封邑和金千金，这是第一次的封赏。第二次，他哥哥刘璋被封为城阳王，他被封为冀北王。冀北王那个冀北，是个冀北郡。这个冀北郡是哪儿的地方啊？冀北郡还是齐哀王刘襄手下齐国的一个郡。你可以看见这个。 这个汉文帝刘恒这个做法啊，其实给当年吕后的做法一个样，都是看着齐王地盘大，今天割一块地封一个人，明天割一块地封一个臣。这样的做法，是把齐哀王刘襄，刘襄原来不是想当皇帝了吗？现在不叫你当皇帝，回去，把你那三个郡给你，但是紧跟着，割一个郡给你的大弟弟刘章。 再割一郡给你的小弟弟刘兴局，让你们三兄弟都到齐国去，这可以说是对刘兴局也极其不公、不公正。汉文帝这个做法，我们可以说是叫一石四鸟啊！这个分封达到了四个目的：第一，叫先人后己，这给自己捞了一个名声。他先封刘璋做城阳王，再封刘兴局做济北王。 把这两个功臣封完以后，再封自己的三个儿子，这样皇子派说不出话来了。有功劳我都封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解分封，把刘璋给刘兴局一下从京城赶到边缘地区去。汉朝的西汉政府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哪儿？在长安，就今天的西安。刘璋给刘兴局封到哪儿了？ 封到今天的山东那一带了，到齐国去了，把他从中央政府一下子赶到边远之地。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他这种分封的办法使齐王的土地越来越小。本来这个齐哀王刘襄，他有很大的一片齐国的地方。今年我割一个郡给你的大弟弟，明年我割一个郡给你一个小弟弟，这样搞来的结果。 搞得他哥哥刘湘的土地越来越小。第四，刘璋、刘兴局最能干，加上齐王刘湘，他让他三兄弟担任三个王，分而治之，便于控制。所以我们说，这种做法叫一石四鸟。结果一石四鸟的做法，齐哀王生气死了。这个成阳王刘璋生气死了。 西北王刘兴渠怎么办呢？刘兴渠造反了，刘兴渠怎么会造反呢？这里有个背景：汉文帝乾元三年的五月，匈奴的右贤王攻入了当时西汉政府控制的河南地，占据了今天内蒙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 这河套地区呢，应当是非常富庶的一个地区，面临着匈奴的入侵。汉文帝刘恒断然决定派丞相灌婴带领八万多精兵出征匈奴，然后派重兵守卫京城长安。汉文帝刘恒也借着出兵的机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代国的国都，就是今天的山西的太原，会见了当年的老部下。 结果，蓟北王刘兴局看到了这个机会。我们看《史记》的《齐悼惠王世家》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是这样说的：“张死而兴局，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及胡，遂发兵反于蓟北。” 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吉朴侯柴将军击破鲁蓟北王，王自杀，帝入与汉为郡。这一大段记载，其实很简单，就是匈奴入侵，这个汉文帝也到了北方的边疆，蓟北王刘兴举觉得这是个机会。 发动叛乱了，刘兴局一叛乱，汉文帝立即让宰相灌婴带兵回来，然后派了一个吉普侯让他带领大军去攻打冀北王，结果刘兴局战败被俘自杀。当然，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冀北王刘兴局的叛乱是不对的，但是这件事是事出有因的。 他两个哥哥都是生闷气死了，而他这个小弟弟最后选择的道路是起兵造反，结果也死了。刘兴局叛乱的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汉文帝私心作祟。汉文帝有私心呐、啊。本来刘璋、刘兴局都是立了大功的人，汉文帝能当皇帝，给他这两个侄子。 有直接的关系，他这三个侄子为他当皇帝出了大力了，冒死叛乱，杀了朱吕，迎接了代王刘恒进京当了皇帝。但是代王刘恒进京当了皇帝，反过手来把他三个侄子全部置于死地。这就是刘兴举反叛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是刘兴举不愿意接受这种政治上的委屈。 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刘襄，一个刘章为什么两个人都死了？两个人受了窝囊气，窝囊死了，但是没有起兵。他这个弟弟受不了窝囊气，借着兄奴入侵，反了。这一反死了。刘邦三个最优秀的孙子都死了，而且都死于文帝的打压。在这里我们看看不到一个。 贤明忍让的汉文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一个汉文帝。在济北王刘兴居自杀之后，济北王的土地就全部归中央政府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到汉文帝前元十六年，汉文帝把刘襄、刘璋、刘兴居，这个特别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土地，就是齐国的土地啊。 封给的刘湘，还活着的六个儿子，一下子封了六个诸侯王。他把刘湘给逼死了，然后十几年以后，他一口气封了刘湘的六个儿子做诸侯王。为什么把你爹逼死了以后，十四年以后，给刘湘的六个儿子全部封了诸侯王？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应当关注两个话题：第一，汉文帝对其他诸侯王是不是也是有几个儿子就同时封几个儿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对一位诸侯王所有儿子全部封王，是不是汉文帝的原创？我们可以这样说：汉文帝封一位诸侯王所有在世的儿子做诸侯王，只出现在汉文帝的前元十六年。 而且只封了两个人的孩子，一个，是齐哀王刘襄的六个儿子，一个是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我们先说的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长是他的亲弟弟，这时候已经死过了。他一口气把他的三个儿子全封了。为什么封？因为当时他弟弟死的时候，民间流传了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对汉文帝影响很大。这个段子的原话这样说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冲，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兄弟两个不能相容，指谁呀、啊？皇四子代王刘恒，皇七子淮南王刘长，一个是汉文帝，一个是淮南王，他两个是亲兄弟。 结果他弟弟死了，人们就流传了一个段子，说汉文帝把他弟弟害死了，所以汉文帝一口气把他弟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了，在封他弟弟的三个儿子的同时，也把齐哀王的六个儿子全封了。那么封一个诸侯王所有的儿子，是不是汉文帝的首创呢？不是，不是汉文帝的首创。 因为这个做法源自汉文帝当时非常欣赏的一个政坛新秀，这个人叫贾谊。贾谊提过一个建议，叫“重建诸侯而少起立。什么叫“重建诸侯而少起立啊？就是你把一个诸侯王的土地啊，封的越多越好，封的越多，每一个诸侯王掌控的土地越少。 每一个诸侯王掌控的土地越少，他的力量越小，越不可能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这个做法的本质，是通过加封的办法削弱当时诸侯王的势力。这个做法，汉文帝很欣赏，欣赏这个做法。但是具体要做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做法：第一，全面不开；第二，有选择的实行。汉文帝没有全面不开。 因为他觉得，那是一场赌博，那有可能激起诸侯王的造反，所以他是有选择的来实行。一个封了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一个封了齐哀王刘襄的六个儿子。结果这一封，把舆论给压下去了，也把齐国给淮南国给越分越小了。 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够让他的儿子们心安吗？能够平息齐哀王六个儿子心中的怨气吗？我们下面我们这个系列讲到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我们还会讲，请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接着听。但是不管怎么样，汉文帝继位以后，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 既摆平了功臣派的周勃，也沉重地打击了皇族派中间最有威胁的刘襄、刘章、刘兴渠，汉文帝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大大减少，他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是汉文帝仍然觉得他的地位受到威胁，那么这个时候，汉文帝的皇帝之位。 还会受到哪些威胁呢？汉文帝还会怎么样来化解这些威胁呢？我们下次再见。